民进党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和党内国务卿青年代表走进市场拜票，和民众挖钢筋。民主前进，请十八抢攻青年选票，力挺十八岁公民权修宪复决。徐定真除了陪同扫街宣讲外，也端出青年政策牛肉。我们要结合中央，有政府会做事的施政重点。以及我们很多执政县市，民进党执政、地方执政县市，绿色执政品质保证的这个成功的经验，我们会诊出提出我们青年三好的政策。徐定真提出青年三好政策，包括青年就业好方便、青年成家好选择，以及青年参与创业创生好多元，要让青年在苗栗完成就业、成家、创业的梦想，能够让年轻人不会缺席翻转苗栗这个时刻，能够跟全新的宪政团队一起拼。苗栗这次选举是全国的瞩目，它事关72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能够政党轮替，力拼改变苗栗县连续7年人口负成长困境。徐定真和国务卿呼吁年轻人记得返乡投票，一起翻转苗栗县。三立新闻黄孟真、郑祥仁、张志豪，苗栗报道。